这是你的披萨，这是披萨吗？不是披萨，那这是什么？哇，故事书布朗克，放放下。布朗克点点名，我们先看点点名。第一页，哇，有了什么酒在那边？里面还有一颗橘子在哪里？老师呢？老师来了吗？这边。他们在玩这个什么？火车嘟嘟嘟，集合咯，大家同学要把东西都收好咯，我们要准备点名咯。来，一号，哟，这是什么鞋？一号，他怎么还躲在这边？毛毛虫在这么角落，这个时候发现这里有人，怎么了？吐的人在哪里？这边。他吐好多，他喷到都到处都是，连白板上都有。他身体不舒服吗？看医生。对，要看医生。毛毛虫呢？毛毛虫跑到哪里了？这边。什么东西很快？汽车好快。还有什么东西好快？这个。爸爸便便好快。爸爸便便也好快啊。老鼠好快。还有这个呢？好棒，好快。耶，全班到齐。下一本书，布朗克放放假。老师说放假了，怎么地上那么乱啊？玩具都没有收好哦。哦，他们来到公园了，有人在画画。他吐了耶。他又吐了，同一个人吗？还是他？他又吐了。哇，结束了，老师他们也放假了，他们好高兴，出去玩。看完了，你喜欢这一本吗？这两本书的系列都是文字很少，但是图文里面有很多细节，可以让小朋友每一次看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体验，自己还会幻想一些小故事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推荐给大家。喜欢我们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留言，不要分享，不要按赞，拜拜。